没想到想戒烟居然变成在吸毒啊！这是这位男子自己透露了，不晓得是真是假。他说他在大陆的淘宝网买了尼古丁液，结果呢，这里头居然含有浓烈的香味。远景一发现检测，发现里头居然含有甲基安非他命。这位男子说他吓到腿软了，不过还是被警方以毒品罪嫌送办。警方首度查获电子烟里头含有毒品。这个月九号，温姓男子在大马路边大喇喇的抽着电子烟，没有想到一阵浓郁的青苹果香味飘过，吸引了路过远景注意。当时马上做了毒物检测，才发现里头的尼古丁液根本有毒，含有甲基安非他命。一些毒品就很多啊，然后就好奇，我说那我可以验一下吗？他说哦，好啊好啊，没问题。然后我就请我们同仁拿那个毒品初步检验报过来。他说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只是要单纯要戒烟啊。危险男子就是在淘宝网淘到了这款尼古丁液，发现里头竟然含有安非他命，被警方函送法办。拉开网页，相关的产品琳琅满目，标榜健康戒烟却完全不健康，民众还是要小心防范，免得从戒烟变成要戒毒。